其实刚才咱们聊王家的事儿哈，我有一件事情挺好奇的，就是王红，你看哈，刚才我听你们家的故事，说家里是工薪阶层，然后爸爸妈妈呢送了哥哥去英国留学，那你心里会不会怨恨呢？或者是有点嫉妒哥哥？其实这么说啊，可能跟你想的恰恰相反。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哥从小呢智商就比我高，我今天能够有成绩，其实跟他那次出国是有很大关系的。啊，怎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刚刚他说他智商比较高，我们在一起中学在一起学习啊，晚上回来复习功课写作业的时候，都是他先写完了，写完了他就开始，走，王红，咱玩玩这个，咱玩玩那个，我就不得不放下书本跟他去玩去了。所以说在他出国之前，我的成绩一直都是平平的。对，后来好不容易把他盼出国了，安下心好好学习吧。对，我明白了，就这么说的话，是这个哥哥耽误你了，是吧？我说你讲的，磊磊，你讲到这儿，我还要再跟大家去分享，也就算爆个料吧。没问题。为什么说今天会有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站在这里？其实跟我是有关系的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知道，我们俩在一起念书的时候，写完作业玩啊干嘛的，你知道谁最占便宜吗？谁？肯定是他呀。对呀，你十几岁的孩子打仗干嘛的，批发育啊，对吧？他比我大两岁，对吧？拳头就比我硬，对。所以说在我们家经常你会听到这样的声音，都是出自我哥之口，说王红，你把那个拖鞋给我拿过来，王红倒杯水啊，王红，咱妈说今天要擦窗户，他从小也特别照顾我啊，这种锻炼体能的这种活啊都交给我去。我好像听出来点故事了。这是个好弟弟，如果这么理解的话，真的真棒。善解人意。后来他就去英国念书的时候呢，好，突然身边没有使唤的人了。哎，怎么样呢？他自己还是学工艺自动化的。哎，我们研究一个能够伺候我们端茶倒水的，我的原型啊。啊，这。根据你研发出来现在的这个智能机器人，棒棒的。王伟大哥从国外学生回来之后呢，就一心投入到机器人的研发领域当中了。咱们刚刚看到了那么多是在春晚上火遍全国的会跳舞的机器人，据说今天在我们好家庭的舞台现场，你也带来了另外一份惊喜，对吧？是的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正在研发当中还并没有上市的二代的产品。哦，二代啊。对，有女生了。哎，感觉跟一代差不太多呀。对，其实它尺寸没有特别大的变化。明白，这就是你要的二胎，也对吧？感谢国家的政策。它在尺寸上虽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，但是在功能上有非常非常好的突破。首先它是一款语音交互的机器人啊，你知道，对，语音交互的。小美来试一下。来啊，可以啊。来来来，想问一下，中国好家庭如果翻译成英文怎么说 ？Good family of China。哇！那我想问他，你会唱歌吗？那我写一首你老公的歌。都说冰糖。哇！可以这样了。啊！聪明了吧？我唱的好听吗？好听，好听，好听。你唱的好听啊！哎，这人太神了。那个小宝贝儿，老梁是谁？老梁，全名梁宏达，1972年2月20日出生在黑龙江省绥化市兰溪县，中国媒体评论人、出版人，身高1.83米，体重不详，目测偏胖，请注意加强运动。哎呀，他这个太细了，我刚刚都差点捂他嘴，这生怕说点别的。我问他一道题，中国好家庭是晚上几点播出？辽宁卫视大型全媒体公益互动节目中国好家庭每周日晚21:10播出，敬请收看。漂亮。哎，你好哈，我们台上有三个主持人，你觉得你最喜欢哪个？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，你们自己琢磨吧。你赢了，脸脸。那、这个，咱俩别跟你们。人家说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，没说看长脸的时代。下来咱俩好好聊聊。好，谢谢，太棒了，谢谢，太棒了。谢谢。